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 你说，凭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 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 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欢迎你们上线，一起来学习。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要探讨啊梦的解说这个课题。啊，让我先以一个呃幽默小品跟你们分享哦。呃，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啊，这个有关做梦的幽默小品啊啊。那么故事是这样说的。 而黄太太的老公呢，很常做梦。昨天晚上呢，他又在做梦，在梦中呢，他不但手舞足蹈，还开口说话。那第二天早上呢，黄太太就问老公：“昨天晚上是否又在做梦？究竟梦到些什么？”那老公就说：“我梦到娶了你这位美女当老婆，有了一份。” 月薪三千块钱的工作，周末经常去吃烧烤，又买了一辆“笨蛋傻瓜”啊的汽车啊 p o r t 啊来代步。这时，黄太太就打断老公的说话，插嘴说：“唉，够了，看来我们没有出头的日子喽。你做的梦都是穷梦。” 不过还好，最少你梦见娶了我这么一个漂亮的太太，也算是个安慰。听了老婆这番的话，王先生无话可说。啊，这是一个有关做梦的幽默小品啊。那在赛一课里呢，我们就看到神为何要用异梦与人沟通，以及异梦的功用。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继续探讨有关异梦所拥有的特征啊。那从神而来的异梦呢，有一些特征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啊。首先，异梦的信息永远不会违背圣经的真理。当梦的内容明显违背圣经的原则时，就不是来自。 圣灵的异梦啊，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生命记》十三章一到四节。圣经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或做梦的人兴起来，给你显示神迹或奇事，他告诉你的神迹和奇事应验了，以至于他对你说：‘我们去随从别的。’” 你不认识的神，侍奉他们吧。你不可听从那先知或做梦的人的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试炼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遵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 侍奉他，紧靠他，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必须要注意啊、哦，最重要的还是神的话。异梦呢，只是其中一个神对我们说话的管道而已啊、哦。而且呢，真正的成长还是要靠天天来默想，去活出神在圣经所默示的话啊。所以这是个原则来的、哦，然后。 我们不能够以呃这个异梦来取代了圣经的话语啊，而且异梦呢更加是要引领我们去亲近神、顺服神啊，而不是离弃神啊啊，违背神的原则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天天啊靠着梦想，还有活出圣经的真理为我们的首要啊，不要只想天天呢。 做那个白日梦啊，或者是白日梦啊，呃，这以为这是属灵的成长的捷径啊，绝对不可以啊。所以异梦不能够取代圣经的话语，而且异梦更加要跟圣经的话语呢相配合，不可以违背圣经的原则啊。这是第一个特征。那第二个特征呢？ 就是绝大部分的异梦呢是显示性的，就是 review 的啊，它显示性的，像一面镜子呢，反映做梦者的属灵生命真正的状况啊。所以异梦呢，好像一面镜子啊，它是有显示性的啊，把我们属灵的真正的状况呢反映出来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特征来的啊。那我们看一段的圣经。 约伯记三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啊，我读新一本啊。原来神用这个方法或那个方法说了，只是世人没有留意。世人都在床上打盹，沉睡临到他们的时候，神用异梦或夜间的意象告诉他们，他坚定他们所得的训诲，好叫人离开自己的恶行。 又叫人以骄傲个绝，男主人的性命不下在坑里，又阻止他们的生命不死在刀下。所以呢，异梦呢，绝大部分呢是显示性的啊，就是 review 啊啊，把我们的实在的状况啊，灵命的状况啊显示出来啊啊。而像《但以里啊啊做的预言性的。 或者是引导性的梦呢，是占少数的啊啊，但你里的梦呢，有一些是啊、呃、有预言性的 （prophetic） 啊，还有呢引导性的 （directive）、啊。那这一类的梦呢是占少数的，绝大部分的梦呢是显示性的啊，就是啊显露啊我们属灵的状况啊，所以呢千万不要依据一个不是很确定意义的梦。 而做出重大生命的抉择啊，这很重要啊。我们不要靠一个异梦就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抉择啊。呃，这是啊不恰当的啊。我们要了解。那第三个特征，多数的异梦呢是象征性的，就是 symbolic 啊，所以呢才需要解梦啊。换句话说，梦里的人。 或者梦里的事物呢，只是代表着某些的意思啊、哦，所以梦里面的人事物都是象征式的哦。呃，比如说梦梦到妈妈，她只是象征而已，不一定是真的你的妈妈啊、哦、的事情啊、哦。所以你要了解这一点。我举一个例子哦，在旧约我们看到啊、呃，月色就梦到有十一个河捆向他下拜。 那十一个河捆呢，是指他的十一位哥哥，而不是真的会有十一个河捆跑来向他下拜哦。所以这河捆是象征性的，代表他的哥哥们哦。不过也有不需要解梦的异梦啊。虽然异梦都是大部分是象征式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异梦呢是不需要啊、呃、啊、呃、太多的讲解的，是直接性的。 异梦，就 direct dreams，啊啊，这个不是象征式的，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啊，就如新月的月色啊所做的梦啊啊，记得吗？呃，月色呢，呃，他就听闻，哎，他的未婚妻、未过门的妻子怀孕了哦、啊，他就啊为了这事情，在这思量做的时候啊，他夜间就做了一个梦啊，记载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啊，念给你们听。 他一直想做这些事，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月色，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这种梦呢，不是象征式的啊，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啊他的意思的啊啊，所以呢这一类的啊这种。 直接性的意梦或者 direct dreams 呢，是占少数的啊，绝大部分的梦呢都是象征性的 symbolic 啊。第四个特征，嗯，一般来说，意梦大多数是显明做梦者自己生命的状况，偶尔会是关乎到那些你认识的人，有些时候同一个梦。 这两个双重意义都有包括，那就是做梦者本身和梦到的那个人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哈。所以大部分的异梦都是跟做梦者自己有关系的，神显露啊他们实在的属灵状况啊啊，这是最主要的。那么呢，偶尔可能你会到梦到别人啊。 啊，但是那个是少少数的啊，呃，那么有时候呢，在同一个梦里面，你梦到自己还有呃别人啊，那么呢，啊，这是有双重意义的啊，所以梦到别人时呢，不要马上就认为是关于那些你梦到的人啊，记住，他们大部分的时候只是个代表，总要先从这个角度去解梦，就是。 做梦者本身的角度去解梦，是有关他自己的状况啊。那么，如果梦到别人，可能那个人是一个代表而已啊，代表某些的事情啊，是跟你有关系的啊，是要从这个角度去解梦的啊。第五个特征啊，就所有梦里的预表呢，都必须从圣经加上做梦者的背景来解读的啊。 所以，当你梦到圣经有一些的预表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从圣经的角度啊，而且再加上那个做梦者本身的背景来解读这个梦啊，这很重要啊。所以，圣经里预表好的东西就表示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原则啊。如果圣经没有这个人或者某样的事物呢？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看他对做梦者有什么意义啊？还有呢，他本身最突出的特质是什么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从圣经找到实际的那个预表啊，那怎么办呢？就是要看做梦者啊，那那个梦对做梦者有什么意义？还有呢，他本身啊最突出的特质是什么？ 如果有冲突时，哈，就以对个人意义为先，啊啊，这是很重要的。在圣经里，一样东西有好也有坏的预表时，就要看整个梦的气氛背景来解读了，啊。所以，如果你梦到一样东西，在圣经里面它也可以预表好的，也可以预表不好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啊，以整个梦的气氛背景来解读，啊，这个。 异梦了啊！接下来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真正从神来的异梦呢，会跟做梦者的生命境况有某些关联。就是说，神不会借梦来跟我们说一些无聊八卦的事。那神绝对不会跟我们讲一些包水的新闻啊。 啊，东家长西家短不会的啊、哦。如果神在异梦里面跟我们透露一些的消息呢，一般上呢，跟那个做梦者的生命情况呢是有关联的啊、哦。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啊、哦，神绝对不会浪费时间，浪费啊这个异梦来跟我们东家长西家短那很多时候呢，做梦者在睡前祷告。 或者想做某件事呢？神会透过异梦来回应的啊，来回应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睡前啊，为某样事情祷告，或者想做某样东西啊，神有时候会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借着异梦来回应我们心里所想所求的啊。那其中一个你可以参考的圣经例子，就在但尼理书二章二十九节啊，你们可以啊，以后去看一下啊。 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梦里的颜色也有意义的啊，同样是照圣经来解啊。如果你梦到啊有有颜色的东西的时候，你要以圣经作为你的基础来解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啊。但要以物体来解为先啊。如果你梦到一个物体，那物体又有颜色，那要以物体为先来解析。 然后呢，它所存有的颜色次要啊，附加来啊解析啊，所以这个次序啊不要颠倒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梦到一条百蛇和一段啊故事的话，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想想，究竟昨天晚上是否有看过有关百蛇传的啊电影啊之类的？如果有的话呢？ 那很可能呢，不是从神来的异梦啊啊，可能是我们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啊，因为看了《百蛇传》，结果就梦到百蛇啊，这不是异梦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百蛇传》，却梦到有一条百蛇，那么呢，整个内容呢就比较像是一个异梦了。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啊，蛇是预表啊不好的，对不对啊？创世纪第三章。 那骨蛇，对不对啊？撒旦啊、哦，所以那条白蛇在梦里呢，就是表示不好的东西啊。首先以物体为先，就是蛇是不好的啊。然后，但是白色呢，在圣经里面呢，却是好的一个颜色来的哦啊，圣洁无瑕啊等等，呃呃的的意表啊，也可以参考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哦。那怎么办呢？蛇是。 不好的一个物体，但是它是白色的，白色在圣经里面却是一个好的颜色，但是这个颜色又出现在蛇的身上，那么究竟要怎么解呢？那么呢，一般上呢，这个梦里呢要解的就是这个蛇，通常呢表示属灵的仇敌啊，撒旦，而白色呢是解析。 这类的地人的属性就是欺骗啊，就好像我们是说披着羊皮的狼啊、哦，所以呢，这个蛇是不好的，然后它却涂上啊白色啊，就表示它是一种啊啊欺骗的一种的身份出现啊，就好像撒旦啊，也可以扮成是啊光明的天使啊，是一样的啊，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啊，呃，一条啊白色的蛇呢，是想要装着善良，但是呢，却是暗藏坏心的一条蛇啊，是啊，是这样的来理解啊。那梦境呢，并非像一幕幕黑白的电影的片段啊，相反的，梦里可能是有颜色的，所以我们做的异梦呢。 不一定是完全是黑白的，有时候是梦到器材的有颜色。那不同的颜色在圣经里面呢，它带有不同的意义啊。那我简单的略略的来啊介绍一下啊。比方说梦到白色，白色代表什么呢？圣洁、纯净、公义啊这一类的意思啊。那白色也可以代表着希望、淳朴。 和平啊！所以你经历的，你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不顺利的事呢，将会结束。啊，梦里出现一个穿着白衣的人，那他可能是会把你带出困境的一个恩人。如果你梦到自己被困在一间全白色的房间里，那就表示你心里其实是很空虚啊，很寂寞的。 啊，你很期待能够生活增添一些的色彩，那么在爱情上你也开始厌倦了啊，百如开水一般的啊那种生活啊淡而无味的感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白色是代表好的啊，那么从一些我们的文化啊人文。 呃的背景和生活背景里面，我们也看到啊，白色呢，呃，有时候也可以预表啊，就是呃那空白的，呃呃，你感到空虚寂寞的一个状况啊，或者你厌倦了那个啊啊白如开水的那种的啊生活形态，淡而无味的感情等等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可以从圣经。 对白色的那种的呃解说，同时有时候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文化背景啊，我们的生活处境对白色的诠释啊，给我们带出它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红色，红色呢可以预表救恩，比如说耶稣的宝血的颜色啊，是可以预表救赎的。但是有时候呢。 也可以预表危险啊！来，我们详细看一下啊。那那红色呢，在圣经里面有多重的那个意义的啊。比方说呢，刚才除了讲到它可以预表耶稣的救恩嘛啊，它也可以代表罪孽的。比方说，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啊，讲到我们的罪如朱红，但神能够使我们百如雪啊，所以呢，可以代表罪孽，也可以被理解为温暖的。 温暖，比如说，你看《真言》三十一章二十一节啊，讲到啊，贤惠的妇人哦，啊，为啊她的家人啊，啊，添置新衣服，红色的衣服哦，啊啊，在冬天啊，能够带来温暖哦，啊，这个都是我们看到它有啊，那属灵的含义的。但是红色有时候也可以代表啊，危险或者是灾难。 啊，比方说啊，那启示录六章第四节啊，讲到那红马啊出现的时候啊，就有灾难了。所以我们看到红色在圣经里面，在不同的章节里头就有不同的意义的哦，所以当我们要去啊解析啊所看到的这个颜色的时候呢，啊，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其他因素哦，因为它可以代表不同的含义啊，在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就不能单凭颜色了，还要看整个梦境里面其他的啊那些事件啊啊呃以考量的总和，才能够做出最终的这个对这个颜色的判断意义啊。那从人文的处境里面啊，就是做梦者的文化背景里面呢，呃，我们也看到啊啊，比如说浅红色啊啊桃红色，它也可以代表出爱情，对不对啊？ 啊啊，比如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讲到哈，啊，有桃花运哦、啊，所以呃、啊，桃红色也可以啊代表啊啊这个爱情啊啊，或者当一个人梦到这个颜色，就像他对异性的啊那种的人缘呐、啊，极佳啊，非常的好啊，有很好的人缘呐、啊，对异性方面啊啊，或者是他可能正在啊经历一段啊甜蜜的爱情啊啊。啊 如果他对做梦者当时是单身的话啊，可能啊这个梦一表啊啊不久将来啊他可能会遇到啊他一个喜欢的人啊，然后开展一个新的恋情等等啊。但是如果你梦到的是一位穿着深红色的女郎啊，或者一辆深红色的车，你可要当心一点哦，因为深红色呢代表的诱惑。 危险，它有警告之意啊、哦，所以时时刻刻我们要存有危机感啊，要防范啊，不要啊手忙脚乱啊，不要措手不及啊，所以你应该要很巧妙的去处理一些人际的关系啊啊，所以这是啊、呃、一些红色深红色啊啊，在人文的背景里面。 所、so, 可能带出的一些含义哦，所以我们要啊多加的小心哦。好，我们现在来看蓝色，蓝色是属天的颜色，也预表了权柄。蓝色并不代表你的心情很郁闷啊！啊，有些人说蓝色啊啊啊，Monday blue 啊，英文说啊啊，心情很郁闷，不是。从圣经里面看到，蓝色是 啊，一个暑天的颜色啊，所以呢，啊，它还带有啊暑天的全病啊，所以呃，不不是代表啊忧闷的一个颜色的啊，所以呢，你应看啊，放开心情啊，轻松的啊去面对可能有的挑战啊，神会给你暑林全病啊去解决一些的问题啊等等。那绿色呢？ 是代表生命，代表茂盛，代表成长啊！绿色代表着新的开始，成长的过程。如果你梦到一大片翠绿的草原，那你的生活即将会有新的改变。如果你现在正经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那么那一切不如意的东西将会画上一个。 中止符，所以你需要整理好心情，期待新的开始吧。不妨重新安排一下你的工作，你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哦。黑色呢，是不好的颜色的一个代表。黑色是当缺乏灯光照射时所形成的影子。如果你梦到了黑色， 那表示你将会发现一段你不曾知道的事实，又或者你一直隐藏在心里的感受，即将被周围的人发现。黑色代表着危险，它也往往跟邪恶扯上关系，你可要担心。那表示将会有人在你的感情或者是。 事业上搞破坏，或甚至给你的生命带来危险啊！所以黑色是一个不好的颜色啊，要注意。那么金色或者黄色，它是代表神性的颜色，有荣耀的含义，通常是一个好的颜色来的。 黄色本身是个阳光的颜色，它常常会带给周围的人欢乐、喜悦。如果你梦到有人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或者驾着黄色的车，或许他就是那带给你快乐、幸福的人啊。在做决定时，你会举棋不定、不果断；遇到状况时，只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即使别人在意你争辩，也是没有用处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金色或者黄色啊，带给我们的啊，啊，就是啊，欢愉啊，欢乐等等啊。但是呢，也会从人文的角度来说，有时候呢，它也会预表着啊，你做事呢不够果断啊，举棋不定啊。所以呢。 这是一个提醒啊、哦，就是当你要啊、呃、做出一个某些重要的决定时呢，也要坚守自己的立场啊、哦、啊，这样呢，别人就不会啊、呃、这么容易的占你的便宜啊等、哦。那说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要我要提醒注意一点呢，就是啊、哦，之前我说过的，当我们解梦的时候呢，如果有物体还有颜色的出现呢。 我们要先看物体，然后才看颜色啊啊！就好像刚才那白蛇，蛇是不好的，白色却是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先从物体来看啊，就看那个蛇，然后才看那个白色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哦啊，就是这个白蛇的话呢，可能就预表啊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人物等等啊，但是它是啊一个。 啊，伪冒的、假装的一个一个形态出现啊，要欺负你啊，所以你要懂得分辨啊。那还有另外一个要提醒诸位的，就是对颜色，也不要把一般正常的物体色彩呢，都视为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啊。啊，打个比方，如果你梦到有一群华人，那你就不要去问，哎、欸，为什么他们头发都是黑色的？ 啊，究竟这个黑色是代表什么？是,是说这群人都是坏人啊啊,啊，如果你是这样解的话就错了哦。因为我们知道华人的头发一般上都是黑色的嘛，对不对啊？我们华人不会是是金头发的嘛，除非你是染金色哦。所以呢，呃，你不可以说哦，因为他头发黑色，他都是坏人啊，不可以啊、呃、这样的啊、呃、去啊啊、呃呃、解析的哦。 但是如果对美容师啊或者艺术家，如果他梦到啊有不同颜色的头发的时候呢，啊，那么呢，这些颜色可能就对他来说是有一些特殊的意义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要多加注意了啊，可能就要去看他的啊那个预表是什么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啊讲解啊这个颜色时所需要注意的一些啊。 啊，细节啊。那么在这堂课结束之前呢，啊，就好像我以往所说的，我都会提出一个解梦的个案啊，跟大家一起的分析啊，以便我们能够从事件里面去学习这个解梦的原则啊。啊，今天的这个个案呢，啊，的梦境的内容呢，是有一位信主的老姐妹啊。 在梦中看见几条大的青瓜，那其中一条大青瓜在蠕动。那做梦者以为这条青瓜里面有虫，于是呢就用刀将它切开两半，却发现呢瓜肉雪白，完好无缺，丝毫没有被虫注视过的迹象。啊，是他做梦的内容。 那我看看做梦者的现实的背景，这位老姐妹呢是一位啊信徒啊虔诚的信徒。那么她有一位教会的朋友啊，不幸的啊就惹上了官司，那么这位朋友就非常担心，于是就请这位老姐妹来为他代祷。那么老姐妹呢在晚上就做了刚才的那个梦。 那这个梦应该怎么样的讲解呢？这位做梦的老姐妹善于烹饪，啊，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与神的关系是亲密的。神就使用她日常烹饪所熟悉的大青瓜，向她做比喻了。神献你一条会动的大青瓜，引起她的注意。当她切开。 大青瓜的时候，却发现没有虫，只见白色的瓜肉，就是青瓜白肉，这代表清白之身。所以呢，老姐妹呢梦醒之后呢，就啊、呃、联络了她啊、呃、那位教会的朋友啊，就安慰她那忧心忡忡的朋友，说她一定不会有事的。 果然，数天之后，有关执法部门就撤销所有对这位友人的法律行动，因为知道他的确是清白之身啊。所以你看到吗？神因为这位老姐妹为他的朋友代祷啊，呃，朋友惹上了官司啊，很不安，为他代祷，神就通过了。 啊，他很熟悉的物件啊，因为这老姐妹文化水平不高嘛，所以他就，呃，神就通过他所熟悉的东西，就是烹饪，啊，然、啊、后就用大青瓜，啊，会冻的一条大青瓜来引起他注意，切开之后却发现没有虫，啊，是青瓜白肉，就预表了清白之身啊，所以呢，老姐妹就知道哦，他的这位朋友，啊，这官司。 应该是可以啊、呃，被解除的，因为他是无辜的啊。结果真的事实就这样发生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可以通过异梦跟我们来沟通的啊，甚至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神也可以通过异梦来说明呃那个呃，我们代祷的那个事件啊，给正确的指引。 啊，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啊，盼望你们能够学到一些啊基础性的啊信息啊，懂得啊异梦的一些特征，还有呢在解梦的时候要留意的一些事项啊。好，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晚安。